主料：花生仁200克，面粉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白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面粉一小碗，套上保鲜膜，大火上气蒸10分钟。凉油下锅炸花生米，炸熟捞出备用。榨汁机里加入花生米和面粉搅动，再调味，加点白糖和精盐，根据多少面粉和口味加，调好后尝一下，别太甜了。装入模具，中大火上气蒸一分钟，扣出来装盘。烹饪技巧，一定要蒸熟面粉，花生炸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